你现在就是搬了，就是还没拆迁队已经进了一点，就是大型基建还没进来就是的，挖了哈，搬走了。你看还有几头猫在这边。拍你的房子，阿姨。哎，对，把你的房子拍起来。前几天有一些人来拍，也有人来拍。有啊，来我家里拍。他说要来这边拍电影，你们来。哈，要怎样？没有没几家呢。我是拍的那个，就放在头条新闻了。啊，那今天这个就是高飞了，紧接了哈。那该掉了啊，来泡泡。说，我们刚刚镜头前这些是旧街，然后新楼房都是他们把旧街拆了重新建的，重新建。那这一块，阿姨你说没牛啊，没有粮这一块啊，这块他可能就当做。我讲呀，这地头我看唔知。看唔知哈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所在的，我们现在所这是银美村呐。对。就是现在就是已经银美村的带头社栏啊，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巷，一边是顶美村，一个这个就银美村。我现在脚踩的是银美村啊，银美村也是属于那个搬迁的啊。这是以前的老街。布庄，城布童庄嘛。嗯。这个就是古老的街道。嗯。刚刚阿姨说了，就是有。好的就是重新翻建的，像这种就是保留下来的，这个是一个布庄哈。我们所处的这个现在已经是银美了啊，那这个是旧街啊，这种就是古老的店铺啊。它整个旧街，有保留下来的是这个状况啊。现在就是在银美。银美的带头社呢，现在也是寥寥无几村民。你看银美村也是，响应政府的号召，你看他们也差不多撤离，差不多人是撤离的。那然后这里面还没有断电断水，还有电有水。然后那个村民，假如签过字的都自行搬迁了啊，都自行搬迁了，偶尔留下来的比较少啊。